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大概率是充血性心力衰竭，结合之前的观察情况，可能结果不太好。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，去通知病人家属吧。 还是有点手生，哎呦，我没事，反正我都一样的吃。哎，白琪老师，嗯，我等白医生回来我再走呗。嗯，这个点儿他也应该回来了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。嗯。 喂，白琪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白琪姐，你没事吧？姐爱顺便，姐爱顺便。白琪姐，是不是七七出事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七七，刚刚抢救不是。 白医生，那我就直说了，双侧股骨头都有塌陷状况，几乎不能走路。现在啊，手术是唯一的出路。可是呀，他有红斑狼疮的病史，会增大手术风险，一旦感染，肯定会出现并发症。到底怎么办？你们尽快决定吧。
会好好配合治疗的，毕竟我还等着看顾白起计划的大电影呢，到时候我肯定包场给你打 call。 不用你包场，等电影上了首映礼的时候我带你去，我把观影 C 位留给你。真的？那我们可说好了。嗯。但是曹主任这么厉害，还有你在，一定不会让琪琪有事的，对吧？嗯，放心吧。刚刚抢救无效，去世。我们尽力。